这个是一家人的故事，亦是你和我似曾相识的故事。放心啦，家姐一定会开心的。喂，不跟你讲住啦。爸爸回来啦。买三哥回来啊。哇，正啊。帮手啦。哎，洗手先，洗手先。每碗米线的背后，每个人都有些感受。这碗清汤。我不吃了。这几年的生活，我们好像被人偷走了很多东西。如遗憾太多，祈求重新出发，只想安然同坐，仍未忘记被悄悄偷去哪。旅行又去不到，婚又未结到，又就在这里吃外卖。请你留进一座，让我可跟你到草草，让我可讲你知还有我。结果是怎，其实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有哪个跟你一起去经历。就算回忆真的只剩一格格，每一格都是由我们一起去创造。三二一，喂阿妈，点解你咁叻识用视像嘅？系啊，见唔见到我啊？你只手指遮住咗啊？得唔得啊？见到啦，见到啦。阿妈，我哋两年冇食团年饭啊。而家我哋咪食紧咯。就算我哋相处时间少咗，但系呢份感情从来都冇变过。期望和你这两三年，我哋百感交集，但至少我哋之间仲有好多交集。阿爸，得啦，快啲趁热食啦！有一样嘢永远都唔会被偷走，就是这份香麻辛辣的味道和这班陪你百感交集的人。淡仔三哥香麻辛辣，陪你百感交集。喂，我不和你来了啊。喂，大仔姐，照旧啊，麻烦。虽然牛肉皮酸菜太甜了，有没有试下我们新推出的沙沙汤肥鹅鹿茸菇美线新电炉，好正噶！虽然牛肉皮酸菜系电炉，整咩都好，最紧要睇下嗰阵味，你话系咪先？梗系冇问题啦。Ronald 你好啊，我由细细个听你嘅歌听大噶。Thank you。我知，是不是那首胡乃呀？咁多年
呢陣味都仲係一樣。